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今天呢，分享一个网站。这个网站呢，提供了16000多种的声音效果。那这个网站谁做的呢？这是 BBC。BBC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。它在以前，从大概这100多年来，从收音机广播年代一直到现在，收集了16000多个音源的素材档案。而且它是用 WAV 的档案格式，没有压缩的方式提供下载哦。所以它的声音档案会有一点点大，但是保证非常非常的清晰，然后它可以用在个人或者是教育用途或是研究用途，那你可以用来制作你的影片，或者是你要交作业啊，像一般的学生啊。那如果说你要用在商业用途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跟他们联络，跟他们购买才可以哦。那这个网址呢，我会把它摆在影片下方，你们直接点击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址来。那这边呢，它其实全部都是英文的，但是我用这个 Google 翻译网页直接翻译成中文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每一个声音档案都有它的类别，左边这个类别也翻成中文了，还有它的每一个声音档案都有说明哦，都有说明。像这个是一名男子在被水淹没的地方行走，然后你直接点击，好，有没有非常非常的逼真，临场感十足哦？它就是在实际的环境里面去录制的声音哦。然后这边按下下载，就可以去下载这个档案。你看 WAV 的档案，那我们来下载看看，建立一个资料夹好了。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写 BBC。好，我们把它存档存进去，等一下来听看看。哦，16.2 MB，你看这个声音。1分钟36秒的声音居然要16点多 mega， 我们把它点开听听看哦。这个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哦，真的非常清楚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类别好了，这个类别这边修道院，还有这什么非洲空调空袭飞机场警报器美国，如果有些他翻译的你看不懂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转回去英文，看直接看它的原文。底下这边也是，底下这边是还没有翻到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吹口哨好了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哦。比如说，我去搜寻 river，然后去 enter 一下。哦，我应该先把它转回去原文哦。好，先把它切换回英文原文的，然后搜寻这个 river 之后按一下 enter， 它这边就会显示出来。其实你不按 enter 也可以啊，你在输入的期间它就已经马上在寻找了，而且它的寻找速度还真的还蛮快的哦。然后它现在就可以找到，好，把它点开听看看。它其实还针对了很多不同的河流做描述，所以这边呢，又可以再把它翻成繁体来看一下。哦，像这边是讲密西西比州的划桨洗船，然后这是在密西西比河边，就可以直接来听看。这个是曼谷河畔的氛围。好，这是驾驶室火车高速行驶。奇怪，这跟 river 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不管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飞机好了。没有匹配的记录。哦，有了。如果你用翻译的话，它比较不正常，所以你按一下这个 reset， 就是重启，然后再去选择。你看，没关系，找这个 aircraft。好，外观脱掉，
外观脱掉，这个翻译成中文显然是怪怪的，应该是 take off 吧？ take off 应该是起飞吧？好，听一下。哇，真的很不错哎！继续。这还有个加速起飞。这些声音档案真的是太棒了，如临现场啊！我们再来找一下 animals 动物好了，六只狼人。考爱国家公园。哦，真的很棒哎！那我要再来找找看有没有大海的声音比较疗愈。直接按一下重启 reset， 然后这边输入 SEA。哎，好像是哦，海浪背景。真的很棒耶，再找找看其他国家，非洲好了，大草原。好 ，Animal 听完再来听一下 America 美国好了，火车站。高速公路，再来听听看暴风雪。刚刚听的这个是天气的类别。再来看看剧院。观众忙着讲话，观众就坐，好吵。听听看左轮手枪射击。啊，六秒钟就只有一个声音，那这个加农炮，原来这个就是加农炮在近距离的声音吗？这边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东西，应该在做影片的时候可以用上。陷阱一直打开。陷阱关闭了，就这样，六秒钟哎，我觉得街道这个类别应该比较实用吧，就是在拍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模拟自己走在街道上面，然后背景声音很吵杂。
行人专用区的高阶，脚步声传来，聊天不休，还有孩子。好了，总之呢，这个网站有16000多个声音，要适当的从这边去搜寻。我建议还是从 Google 翻译先把中文翻成英文之后，再到这边来搜寻比较快。因为16000个声音档案实在是太多了，如果没有办法去找到用搜寻方式找到适合你的声音的话，这样捞真的是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太麻烦了。好，就介绍到这边，就是这个网站，网址我会列在影片下方。